这弄的金牌是不是比这个都好？比这个好点，这家的，这家的，姓家的都是这都有呢。这你标准的是啥？标准的不是吧？他这个牌子，我看俩混了混就是。弄完以后，把它弄完了以后，还有啥的？然后从后头要进货车厢，拍一拍。这样我现在这家有多有完了，我的。 下来拍呗，拍了。这里边哪还干净呢？原来那个地方不一样，里边。上回你家马上就有了。这上地方不一样，我的。没得不一样吧？